执着不容易放下啊，说明说六道凡夫放不下，放下就是圣人，承认变法界虚空界跟我是一体，是一不是二，对立就没有了，成见没有了，成见是自以为是。我们今天讲主观观念很强啊，他没有主观观念，为什么？无我，所以他能做到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啊，这个恒顺是大智慧。啊，对自己是提升，这是对自己的功德。啊，对别人没有分别心，当然没有嫉妒心，没有得失心，没有憎爱心，与大众相处皆大欢喜，像弥勒菩萨笑口常开啊。啊，不生执着，这佛法的非常重要的一句话，事出世间一切法都不能执着。为什么不能执着？它不是真的。佛法也是因缘生法，既然是因缘生法，就不是真的。真的是不生不灭，因缘生法有生有灭啊！你看佛所说的，说得真好。佛法有人讲，有人听，有人学，有人证果，这叫真法。那反过来，没有人讲，没有人听，没有人学，这叫灭法，有生有灭啊。啊，即使有生灭，是生灭法了，它就是无常的，它不是真的。啊，所以《金刚经》上说：“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”这话说的有道理啊。执着里面特别是情执，所以要用智慧观察才能破情执。情是迷，只有佛菩萨把情执让它还原，它本来是什么？本来是智慧，智慧迷上变成情执啊，情跟智是一体，一体的两面，觉悟了叫它做智，迷的时候叫它做情，是一而二，二而一。智慧深是好事啊，感情深麻烦了。古德有一句话说得很好，爱不重，不生娑婆；念不移，不生净土。那我们想想，我们先前自己认真反省，是不是情爱很重？如果这个东西确实很重，难分难舍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想脱离六道轮回
就真难了。怎样拔除情执？这是大事。念佛是很好的方法，佛号念不下去，于是就功夫不得力了。要怎样才能产生效果呢？还是智慧。这智慧从哪来？从读经呢。古人说的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这话是真的。佛说的非常好啊，应界得定，应定开慧。慧开了，情执就化掉了。化成智慧了。问题真能解决。